还有查密，我龙爷，已经久违的我们三个合体了。合体，你要摆这个是不是合体？人形蜈蚣？哎、欸，不是，那谁第一个？我要最后一个，太可怕了。他中间好了，不要，好了，那我们这次的话。就是过完年，因为大家各忙各，那今天好不容易大家聚在一起，对啊，好久、哦，今天已经手痒，大家都忍耐很久了，忍耐很久，昨天很怪。今天的话，我们目标的话，先放竹篙狗，哎，竹篙狗真的好可爱哦，淡水鱼种最喜欢就是竹篙狗，对。那我们今天先放竹篙狗，然后再看看有什么好的。OK， 好吧，那就这样喽，好，来 ，Go。哇，今天乌鱼很嗨耶，不知道嗨什么啊？哇，勾到一组线，哇，把饵带回，上面一定有饵，是不？难道是这个是什么线啊？哇，很长，拉回来，上面搞不好有饵哦。绿色吗？绿色的 PE 线吗？啊，那就是我的了。应该会带着一个饵回来吧？没有东西啊、哦。好吧，好难过、哦。哇，你们这好邪恶、哦！妈，这样跑这么近攻人家的穴。你看龙野精，看高个的优势就是这样子，直接跑到人家的窝前面丢。他直接横跨这个景美溪，直接走到对岸。龙野去探险了。啊，龙野，那今天是探险队，一直到处跑。远方的龙野中鱼了吗？垃圾，垃圾垃圾，没事没事。什么？什么虫？什么东西？等下，到底什么东西？你这个弧度有点怪怪的。怎么有点像鲤鱼的感觉啊？它有点。摸鱼啊？它怎么有点老实啊？哎，好大啊、哦！它上来透透气。你要把它丢过来啊！新春开壶。你的第一次是八档。哎，这个算。而且蛮大只的。对啊，很大。哦哦哦！哦，大哥。钓鱼吧！我们要跟他说声什么？新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！ 新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！ 拜拜。拜拜。谢谢。哦，又有线了，什么颜色？啊？红色。红色哦，那不是我的。有耳吗？什么耳？外边的，我看。啊，不是我的，算了，他捡回来。哇，环保大使。我看一下，是金属的还是啊？是大颗的哦。不是 NT。NT 不是天，我天不是，我天是喷在下面，不是喷在这。软的。我看，你丢过来好了，我看。等等啊。好啦，就他了，他说，我们把他留下来吧。你会不会这边走一走就捡到一堆东西啊？你干脆手贴着下面摸算了。会被勾到。哦对。你是在摸拉啊吗？摸到啊。他说很多耳挂在上面，是不是？对。哦。哇，今天真的是没挖宝的。你的目标就是把上面的东西都收刮一空。我要换围根。围根。对啊。发现了海莲。嘴巴很刁的小动物。海莲。换围根钓钓看。来哦！说，蝈蝈。结果是无锅呀！不错，新年新希望，大家都无锅开心。OK， 钓鱼一棒！无锅果然是我们的 best friend。各位观众，看一下这边这只神奇的鸟，它又在半空中停留。对啊，它可以停留在空中。下去猎食，又不见了。
哦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哦，好陡！啊？小猪高头。小高高，小猪猪。耶！太棒！太棒！太棒了！哦，这嘴唇真的太可爱了。嗯。超软的吧？很舒服。好了，拜拜喽！拜拜！拜拜，地沟桃。下去咯，拜拜。哎，查米，阿金哥，阿金哥，我跟我们的阿金虫真的蛮不错的，淡海水都蛮咬的。他已经突破观点了。那这边的话，大家不要用重棵树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捡到很多重棵树的东西了。今天除了钓鱼，我们还捡了很多饵。有了有了，中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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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